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庞白斗，今天同大家来到盈都 Indo Market。盈都是专门售卖东南亚美食的超级市场，可能很多香港人都以为盈都咪就是买印尼捞面咯，其实这里有很多其他很特别的东南亚产品都啱香港人的，重要价格都很亲民贴地，他们的分店亦都是遍布港九新界。我们轻轻数一数给大家看，天水围、深水埗、油塘、粉岭、慈云山、启业村、尚德村等等，全香港总共有20多间分店，有时候经过都未必会入来看看，原来我们入到来发现有很多宝藏的，一起入来看看吧。我们发现了很多收看我们影片的朋友是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，不要吝啬，你轻轻一按订阅就可以帮我们静静鸡地冲破50,000订阅了。我们会继续为你搜罗更多抵玩、抵买、抵食的资讯给你们，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看我们最新的资讯了。多谢，即刻开始我们今天的抵买推介。菜油浸沙甸鱼配柠檬是16元两罐，另一款冇配柠檬汁的咧系菜油浸沙甸鱼同埋辣椒油浸沙甸鱼，13元系两罐，哇，平3元喎！大家会唔会考虑一下买个新鲜嘅柠檬折落去呢？仲有腌制白糖芒果300g18元，呢一款芒果细细个成日中意食，但系起码咧都有10年冇食过啦，酸酸甜甜感真系好开胃。而家见到都流晒口水啊！买一包翻嚟怀念一下先。仲有好多特色嘅东南亚零食，椰子朱古力威化饼11元3包。呢、这个好似麦提沙个 friend， 15元2包。辣味鱼皮花生13元1包。原味鱼皮花生8元。仲有另一款烧烤鱼皮花生或者牛油味的鱼皮花生就10元2包，这里呢都有很多款不同味道的鱼皮花生，价格都几抵几平。芝士麦芽酥饼、忌廉脆饼、麦精脆饼都是13元有2件，脆薄云吞皮25元2包，柠檬奶味忌廉夹心饼，仲有橙味和朱古力味呢都是12元2包。仲有好多款口味的薯片啊、零食啊咁样，全部都系唔使10元左右一包。呢、这、一个马来西亚出品的黑黄白咖啡15小包，90元有2踢。好多东南亚风味的酱料啊，各式各样煮餸煮饭的酱料都有，好似椰浆饭啊、巴东牛肉酱料啊咁样等等，全部咧都系13元2包。仲有一些品牌其他款式就12元2包，14元2包的呢都有红咖喱酱、黄咖喱酱、绿咖喱酱等等，成日煮开中餐、西餐，间唔中煮下东南亚菜都几有新意喎。同埋一些调味粉，分别是16元至到23元都有2包。仲有好多调味膏酱啊！我谂大家想烹调一啲咧东南亚嘅菜式咧，呢度应该揾啲酱料应该系最齐全嘅，因为咧佢啲樽装酱料咧全部都系17元至20元不等嘅。特别系呢一个蒜头牌蒜头辣椒酱48元，系印尼国民级嘅开胃佐料，坊间一般正价咧卖紧54元嘅，所以咧呢度买咧都真系平好多喎。仲有咧好多加热即食嘅汤粉、面饭、餸都有，全部都做紧特价，25元至到28元不等。好似有爪哇炒面、特色炒粉丝、咖喱鸡饭、姜黄饭等等，全部都系香港制造嘅。
有各式各样东南亚入口的牙膏、沐浴露、润肤露等等，价格呢亦都是相对比市面便宜。哇，即刻好像去了泰国买手信入货咁啊。希望我们今天的介绍可以让大家看到，原来盈多不是只得印尼捞面奶的，还有很多选择的。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看看啦。我们发现了很多收看我们影片的朋友是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，不要吝啬，你轻轻一按订阅就可以帮我们静静鸡地冲破50,000订阅了。我们会继续为你搜罗更多抵玩、抵买、抵食的资讯给你们，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，同步收看我们最新的资讯了。多谢，拜拜。